哦，这雨下得不错。没东西啊。哎，有在吃鱼啊。鱼吗？右脚抓那个踩这只鱼。主要是停下再吃啊。那有的枯枝有没有？这边有一根很明显的，很绿的，然后是比较淡一点那两撮，然后右下角有几只枯枝，枯枝的右下角那一个。哦，我看到了。那看它上去就觉得怪怪的。可以抓来吃。可是抓到鱼都好大只啊，可能太小只太久不抓了，不知道。找得到不？